把好运通通带上我们即将到来的2020年。对，还有的差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到了哦。那我们就是真的啦，今年就到明年去了，对不对？名副其实，看我们看你怎么看你呀。OK， 那请问呢，继续呢，来待会我们呢再取时间再去跟我打招呼，因为今天实在是太多朋友了。请我走。